都已经开始录了。好了，就今天很晚，所以开始录没有关系。鞋子，我的配置。这是纸箱子吗？啊？对啊。然后这个就寄，就这样。啊，等一下还要弄那个雪票的啊。你去，哎、欸。不要，这张纸给我。他会问你房号。对啊，上面有写。我要摸一摸，因为有个顺序性。都没摸到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没摸到，你等我一下。这一张才是，这个是寄放的纸，就东西越放越多。这是寄放的纸，这一张才是，就混在一起。你现在钱包放进去，我是说不要那个手机，这个信封我拿去。好，那你给我放啊，已经收好的话。在这里，在这一排，那我找一下一碗，我先传给你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太危险了，我居没有。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先捞好再过去？因为在那里他还要按认证一个钮，按领票完成。那时候没有 WiFi 的话也是糟糕，所以就给你个硬币。只剩3G耶，完蛋了，废柴。我哎呀，换血票，你回，我找血票装。你那挂血票的有没有拿出来？啊，在袋子里耶。刚刚吗？对啊。在哪里？在一打开来内侧。
是你滑倒、喔。我滑倒。好，小心啊。我就滑倒了，然后先撞到屁股，再撞到这个，回去就 OK 了。哦。为了你。就挂到我头上。废话，我都拿好了。你先开开那个 URL 看行不行？我也漏到那一页啦，就怕不行。我怕也是我心情的。希望那里有王子的那个。这里没有王子的吗？有啊，我说希望票亭那里还收得到 WiFi， 不然就有点麻烦。你没办法开是不是？先飞航一下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就开我那个台湾大哥大的，我把数据打开，那个的信号好像比较好，为了领选票而已。王子在哪里？我藏在 LINE 里面。欸，什么东西？我其实觉得两个讯号都很差、欸。说有 4G 还是有 4G？ 我的两个讯号写都很差。SoftBank 跟 Docomo 都很差，信号比较差。那要出去了吗？那就手套戴起来。等一下哦，要用遥控来开的吗？哪选直接开哦？因为我不大确定它怎样子啊。然后怎样才是录的？算了，我还是用一下好了。你要设几号？他怎么用？他怎么用？我是设我的那个，先设，然后再那个。再让就好。你先设好。我完全忘记密码了，算了，我忘了我自己的 WiFi 密码。欸，有在录欸，你已经在录，你往你的正前方看那个人。好，那就维持这个角度。好，就这样。那你帮我看啊，我的。你的看不出来要按什么看？我在闪红灯，有啊，角度就是到那个牌子的最顶。我说下或上还是偏下？偏下。偏下好，那可以。好了，那就下一件事换雪票吧。还是先我先去换好了，我先去换好了，好不好？两个考试啊。我先去换好了。不要啊，就拿出去了嘛。就觉得那东西多啊，就麻烦了、啊。
等，好不好？啊？那你坐着弄，我去弄雪票。这样。应该怕会倒。那我去弄了。嗨嗨，好的，你买。でも。あ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わい。Wi-Fi bed, so. Hi, hi, hi. Cool. Just, wait.Single Wadui. Arigato. Hi, arigato.每天我们都用换票的吧，先换然后再弄，来放好你的票夹里。啊？你还没戴在手上？对。啊，对啊，就一起坐着弄一弄吧。我也弄一弄。用低的对不对？对啊，都是低的。很慢，但是勉强 OK 的。哦，真糟糕哎，这里两家信号都不好。我还是让它露出来好了。好，一点点。一点点。那线好烦哦，好放后面。你放什么？你要我帮它收少一点吗？还是怎样？放我放在后面。是后面啊，那你腋下会太长吗？对啊，我刚铺的。你觉得下面会太长吗？它现在摆在我前面。好好好好，我收这个，我是收其他的地方呢。其他地方也 OK 吗？好，我帮你再扣一次。好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有在录吧？有啦有啦。好了好了，那就完全的开始了。去坐缆车啊！那我要去看一下那梅花到哪了啊？好，帮忙看一下好了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恐怕网络都不好。没有。你传一个说，他到了西馆，他到了王子西馆这边再叫我，自己想办法活过来。
好了，出去看看。好，全身。拉链。可以啊。好。手套戴上。好了，坐缆车。要坐的话是要坐箱型的，哎、欸、不对，坐什么都好了，热身，坐椅子的也可以，哪个近就坐哪个，看其他人去哪里就去哪里。然后各个。左边出，右边进。上面下来的人滑去哪了？我们就要去了。他们往那边滑去了、欸。那这边就可以上板啦、啊。然后滑去那右边那边去坐缆车。好，那我们在中间上板。那在这里热身，然后跟上板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里。小心小斜度哦，选好横向位置。丢。啊！2020 Go Go 第一波。哎、欸，我有件事情忘记做、欸，就是我要开我的录音呐、啊。它完全缩进去了。好了，录音就算了，明天再搞。今天是阴天，据说在这里也会看到猴子在路边跑。然后有一些一只赖的民宿啊，窗户上会写警告说，出门前把窗关好，不然猴子会进来搞乱。就是这样。我觉得这里人没有很多啊，这已经是那个哦，呵呵，这个没拿下来，放到口袋里。你的有吗？好，我觉得有点发热。我觉得不会冷诶、欸。我也觉得，突然觉得很冷。我穿鞋子啊。好，你上啊。好了。没有话就没有想法。放，就自己顾一顾好了。因为它很好，过去了。好，等我下吧。去逼逼啊。这边呢、啊？怎么在排队了 ？Go！
样，你滑得比较慢。这个黏黏，而且我脚这样现在还会踩。怎么控？等。马上就漏做一件事，开我的 GPS 路啊，呼叫我们他，然后开始叫我了，没有啦，看到你开始记录，好，开始记录，然后哟吼，我怎么没叫哎、欸？网络不好。太惨了，浪，如果从头到尾都信号不好，那真的是浪费啊。什么都可以吃啊，什么都可以吃，然后缆车开到四点。不过我们今天没办法去别的雪场逛，那今天就是逛这。我觉得我在东京有看到，我觉得我额头有点冷，你看一下我的额头是不是有缝？一定有缝的、啊，但是我觉得今天没有真的那么冷，所以我觉得都还好。好了，我忘了，脚不太受控，还没有习惯控制我的脚。你看有没有办法扭到正直的、啊？对啊，就是我刚刚就是不行啊，想自己绊到自己。不然我们这个要滑两次吗？反正这个不管怎么滑都会滑到一个缆车，所以没差。他来找到我们是不是要吃午饭？我觉得我们应该，第一你现在有饿吗？这应该是那个从隔壁雪场滑来的。对啊。所以他就会从这边来。应该是哦。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的是，我们现在上的这个缆车啊，是哪个方向的缆车？你看天气很好。我们的雪票都没拿哎、欸，我想拿地图。嗯，没关系，我帮你带路好了。好、哦，我们坐的是这一条，然后刚看到的是左边这条，然后我们就是坐上去之后，沿着直滑下来就回来了。那如果上去换了一个方向，就会滑到中间，就这样，没有特别的。然后都能滑。看你要滑回原地还是滑到中间？滑到中间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到山顶，有大缆车。但是这样感觉滑好少，因为坐拱多拉就要花个时间。可是中午感觉是，你看这样太阳跑出来，我们要不要去山顶看一看？看风景。对啊。今天的预报是说大多云时晴下雪。太阳露出来只有偶尔而已，这样就到了。到了，应该那个顶就到了吧。这个树都太细，它捞不住雪。应该说它叶子都掉了。它就很细啊，那个上面它只有大的、粗的、淡的，会有积雪，其他都没有。这一段坡度比较大。我不是去玩那个。VR 的那个滑雪嘛，完全不行，因为 VR 的滑雪那个是往前直冲的，然后我在那边一直刹车，一直刹车，结果根本没有到站。你说时间上来不及吗？对，时间上来不及。你干嘛一直刹车你就冲啊？因为我觉得好快，我想刹车，很努力的扭，我觉得我身体非常用力的想扭它。它有让你穿上鞋？没有啦，那只是踩在一个板子上，然后那个板子可以这样左弯右弯，还有那个脚踩的地方可以这样子斜，跟这样子，就是水平的这样左右扭，就两个可以转。我觉得蛮冷的。
现在。而且那个雪会不会？现在手套戴一层，戴两层。一层，我另外一层放在这里。这个就有积雪在叶子上。嗯。好的。非常的远了。哎、欸，今天人就这样子的，那礼拜一人又更少。今天是礼拜六呢。我觉得放心了，沙河山就已经，沙河山跟一之濑就已经是人多的，横手山恐怕人更少。等一下我们吃饭的时候。我们再来去看那个横手山的 webcam， 对啊，看看那里有多少人。慢慢先啊，要吗？好。前面的根本没放。没有，就这样坐着。你看还有那么多绿绿草，他们根本就还没有被冷过。讲中文。12:10啊。两边都是绿啊，滑回原路也是绿，滑到中间也是绿。我们在五号这里，红点，那就滑中间吧，然后可以坐广州啦。你想要热身两次的话，我们就左边一次，右边一次。那你想要直接去山顶看，反正也都是绿线的话，我们就好，那就右边。看看上面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啊，没关系啊，都可以。那你不是说要走右边热身？好啊。放轻松啊，你放你滑前面呢、啊？你说什么？就是我的脚现在很没有办法接。哎、欸，你安全帽有扣哦。啊，是啊。现在脚还没有适应穿重重的鞋，然后一
你先不要想太多，你就轻轻松松的照自己之前的记忆。没关系，身体会记得，最起码你花。啊，你去啊，你去啊。不用转很多。那我就在你后面就好了。啊，这是绿色没错啊。你直滑都能下喽。直走直走，不然太慢了。怎样？紧张而已。热不热？
适应中。不会，这里的雪蛮慢的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身体放松，姿势正确就没什么。热起来，有没有热起来？还没。怎么办？脚都在用力过，大的。滑到第三天、第四天再来放松吧。这里怎么感觉没有很宽？你会比较紧张。放放啊，不会戳人大腿。我完全不知道网路怎样啊，我已经不抱希望了。我来看。亮度吗？我看我的。没有，他就说一声好。啊。我看到什么？什么都没看到啊。我是说，脚酸了，到底有没有网路呢？欸，我的信号回来了，会不会只有在网址里面没信号？但是我也没声音。因为我是说只有我有网路这样，我去 Google 一下，搜寻一个找。我有网。
没有，我并没有按。我刚刚说一说，但是我没做。然后这样撸一撸手机，手就在等。我的滑很卡哦。你就怕怕的心态，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不认识这里，啊，雪道也没有梅池那么宽，现在一想梅池宽的要命，我说上面也宽。欸，不过坐车到山顶的那个雪道，我印象中没那么窄。等一下去山顶。看我下午不检查，我们都照常飙，鼻子也有。你鼻子是露出来。而且镜头什么事都没有，这个是小小的雪。不会的，我有一个预备帽子放在裤子口袋，就是这种冷法的时候，先戴个毛帽就 OK 了。我觉得吃完晚饭，吃完午饭之后。就要那个，就要把帽子戴起来。这个缆车开到几点？四点。大部分的缆车都是开到四点，早上八点半开。对，就是叫你四点收工的意思。我们自己的计划呢是要坐四点的车。这也不能四点才收工。那就三点收工，然后包一包，擦一擦，整一整，领行李，弄一弄，然后走路去宜兰站吃饭。你说今天的晚上？今天晚上不然你要吃什么？今天的晚上可以直接吃王子。为什么？他这里有居酒屋的，没有到很贵。你说早烂的话，谢谢。他的话，那变成他要坐过来。对啊，如果我们今天就滑沙尔山，滑到结束，他就跟我们停在这边。对啊。那反而是他要坐回去。对，但是坐回去最晚的车，他要花钱回去，或者要走回去，而且他要走两站。对，是可以场下一站。那可能还要跟我们一起去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200多首。雪地，我刚刚拖行李的时候就觉得天哪，如果有一点雪度，我的鞋就很难。你是说那个球鞋啦？对，我觉得我上次，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太深了。上次白马完全没有坡度。这次这个坡，我真的地图上看不出来。我知道为什么车子不停在门口，为什么？没有没有，它真的停在外面。那坡我真的快累死了。因为它有巴士站的那个地图嘛，然后我就查了一查那个，查了一查。我把 GPS 上每个地图的都标一标，那标一看，这个就是在外面，我知道是在外面，但我没料到有这个坡度，紧要去。哎呀，我真的坡的，我拉的我都快累死，大喘气。真的啊，就喘气。然后我就也没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，后来我就想说藏在那里，赶快冲出去。上一趟12:30。对啊，差不多该吃晚饭。就山顶才有，不知道有没有餐厅。可以走那边了。可以走那边，这边就是下去的地方。
知道我腋下没收啊，结果刚这种滑法就会冷了。我想要收一点。你可以先一点，我们这次要走中间。馒头啊，小小的，那是假馒头吧？真的假的？真的有哎、欸！这种坡度也可以搞小馒头是怎样？这不是很斜啊？你这样也被划出小馒头了。有人直直滑也下了嘞，是另外一个缆车站啊。
等我一下啊，我要看到底滑哪个方向啊。哦，没事没事，直直往下，没错，滑右边没错，走啦，对，走这边。前面要不要直下？前面好像很平欸。前面要不要直下？好像蛮平的欸。前面要不要直直下？好像很平欸。对啊，小弯弯就好了。对啊，啊，做狗的话不就要脱吗？哎呀！感应没声音，我就被棒棒推进来了。
哎、欸，现在讯号很好。他来打，他来准备打。你应该也好了吧？我觉得刚是刚那个地方信号不好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里信号超好。那我们可能就在山顶自己吃饭了、啊。不知道山顶有没有餐厅，我要找一下。那我们就滑一次嘛。我也不知道山顶有没有得吃啊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山顶有没有得吃，我们就一路滑下来、啊。那我找一下雪场地图。我记得刚看不就一路绿线吗？这里的绿也有点红，不是，是我们还没有习惯。哎，风景不错，我看一下，就是这种树。不出脸了。对啊。什么东西挡在你前面？好了哈。他没有看。他可能在忙。他上一个是他说他找到雪具。我猜他的五日券。哎，他有时候他换票。那他在着装啊，往东往西。为了便宜的房价，请自力更生。那来住这边，这样会太便宜。而且要不是我们两人住，没有这里便宜，我也觉得住那里好像不错。东西又比较多。民宿餐厅多，然后那个雪场直接。不过唯一缺点就是那个回程的时候又下一站，又下两站，就会有点害怕。回程最保险的你就去住奥兹赫，但是奥兹赫不便宜，所以就算了。那王子的东莞也是贵的。南广是便宜的，西广也是便宜的，但是南广几乎都是吸烟房，所以我们的回程会，我觉得应该是还好啦。回程会跟我们竞争的应该是南广的人，但是我们回去又是礼拜五，应该很少人跟我们竞争。上是四小屋，没有，是声音小，但是没有比较慢。你很热，你是不是镜片上有雾啊？鼻子雾，所以我一直都松开的、啊。我想要让雾散掉，所以我都松开。
市哦。应该没有开放吧？你看我就手忙脚乱。车站从右边下，然后就一路绿，绿绿绿。看不到对面的，这里的树冰嘞，很冰嘞，接近山顶这样。还是吃中国餐馆的那个拉面。看中间有什么？刚缆车站下楼也是餐厅。只到3:45。好了。那这里吸烟了。这是沿路走绿的嘛，都是绿的，一直到。正中间这个缆车站就这样，看到没有 ？Beginner Course 10号、9号、8号、7号、6号、5号、4号、3号、2号、1号就回来原来的地方了。OK， 十号圈圈一路滑圈圈的，粉红色的咖，对啊，橘色的咖啡色都是红色。什么叫橘色咖啡色红色？啊，我们要滑的是 beginner course 绿色啊，就是往下的这一个啊。我们这边不是也可以去滑9号、3角形9号。总之你就是。那会到南馆去。我们坐这个缆车就是南馆。我们刚滑的是
South Coast 一路滑到南，坐这个缆车上，又我们现在又要这样下，所以就是沿路都绿嘛。你要下，你要都走绿。对啊，当然走绿的啊，第一趟走绿的啊。然后刚刚叮咚，我们来听。那就是当然就滑到底啊，然后他也可能差不多了。就跟他讲一下啊，问他饿了没？那我们要故意去西馆跟他会合吗？西馆的话也有吃的，要不要？好啊，那你先跟他讲一下啊。好啊，我看一下。不冷，这也是山顶，不冷。他吗？是他吗？不是，我现在才收到你的，你到哪了？那你觉得我们到底要往西滑还是？因为往西可能，我觉得他也没办法那么快。我们滑到中间，然后坐缆车还是可以滑到中间。我们还是一路滑到中间。我觉得哪里有个浪，我突然觉得紧绷。有啊，当然有啊。总觉得凉凉的。那你等一下帮我拉。哪里？你要拉起来。不，我刚滑快一点会冷。这个很不好拉，对啊。他说他要去烧耳朵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以中间为目标。哎，我要不要穿一句他在西馆等，我们在西馆吃饭？哎呀，我就有点饿了，我有点饿，而且你就看起来又。好，可以。他说可以啊。不，我说好，传出去了。我现在传很慢才出去，网路，我现在信号好烂哦。我现在有一句传不出去。好了，我等讯号好了。好了，走吧。好。然后我们在中间要回到那个刚刚那个分岔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再确认一次。如果他已经回应了，那我们就直接滑去西边，还是直接就滑去西边啊？直接滑去西边吧。我是没有，然后，我知道，还是没好，这样才好。这要踢多一点，那个雪真的多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下去慢慢看啊，看圆圈的绿，圆圈的19876。我明明看到啊、你是说圆圈的颜色吗？我也不知道、欸。
雾雾的，雾雾的。我们应该之后就会看到好的风景了吧？对啊，我们觉得滑到了也差不多了吧。哦，慢的，太慢太慢。两个都不对呢，完全不对呢。这边竟然是 Panorama Coast 跟白华 Coast， 刚绿色的是不是封起来了？我是说，我们现在我们完全没有滑到那个绿线啊，那个绿线可能是被封起来的。现在反而是 Panorama 那个红色的 Coast。地图他在狮子、欸。什么是狮子？那就是。什么是狮子？你问他饿了没？我有点饿。叫他等吗？没有，就他可以去滑一段短的啊。他说我没有你滑。一次四人缆车为原地差不多，我们还在上面中间。好，我看地图。右边都是比较难的，中间是比较简单的。左边是比较难的，右边是比较简单的，一样可以一路滑回西边。滑不去，滑不回去，会滑到另外一个雪场。有没有原称 official 的雪场地图啊？有，你等我。要用那种有的没的，好不好？那个有的没的是真正的，可以对到那个的。好了，好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刚刚怎么没有拿？我哪票拿票的时候怎么没有拿？哦，我有留了。这里，沙尔山。我们在。
在白花 cos 的头，白花 cos 的头。奥志赫，奥峨山第一广多啦。嗯，还是另外一个地图，你再等我一下。这树也挺漂亮。有了。好了，来。白，也只有帕纳诺瓦，白花没有啊。有啊。白花不能，白花滑出去又要回来，而且都是红的。然后帕诺拉瓦滑下来，再可以尽量中再来是唐松，嗯，选帕诺拉瓦好了。左边，因为白花也是红啊。嗯，对啊。好，往左边滑，然后下面往右滑，往左滑最远顶多到南馆啊，不会跑去别的地方。那、啊、我们要回西馆吃饭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是说即使万一出彩的话。然后中间当然岔路也是要看一下地图，唐松啊，好走帕诺拉吧。又平了，平了。下来的地方是不是？是啊，那一个啊，那就这样啊，那还是我们在这里等他。他有看到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啊。我看看他怎么讲。啊？还可以吧，他在船的话表示他还在坐车是吧？我有没有比较顺的？有啦，一定有啦。我说有啊，一定有啊，我不是不耐烦，我又传不出去。好，先滑。好了，走吧，走吧。搞不好我们在下面就可以汇合，我们直接滑去那边吧。走。我都有传出去吗？那我们就直接回去啦。唐松，蛮短的，没有想象中的长。比较，刚刚那不像红的，那像绿的吧？血矿的问题吧。
右边啦、啊。我现在看起来又没有刚刚倒了，差不多啊。
我想停在上坡处，这样子等一下回去坐缆车比较方便。嗯、你要靠墙壁吗？对啊，它叫狮子啊。对啊，所以我没有想要滑去那，不然等一下还爬上来。孩子啦，不上面。哎呦，好，哎呦，好，可以。好啊，这样会不会倒、啊？还是倒就算了。可以。大声一点。很好。很好，好走。狮子吼，他讲狮子没？拉面，拉面。狮子的中午是拉面，晚上的话是别的。好，刚好一轮。一楼哎、欸，我是想吃狮子，不是要吃拉面。里面在下一楼。我想去拉面，不然上面也可以啦，进去再说，找人再说。先找老板。对呀、啊，找人再说。小心滑。哎，坐在这里。一个缆车再下来就好了。对啊，你们要吃这个还是拉面再多一点？我要吃，担担面也啊。还有这个哎、欸。你要什么？麻婆豆腐、啊。哎呀。嗯，到时候就会变每天都吃这个。好啊，就吃啊。五木是什么？五种东西。只有。它上面有写啊。对啊，五种料。你帮我先松开，还要帮我把机关机。关机。好嘞，好。没关系，那不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我不愿意滑手机啊。好。所以。怎样怎样？你要选什么？我要担担面跟麻婆豆腐啊。好，担担面小的就好了吧。大的1300，哎喂，大的1300，小的1100。大的吧。你要大的，好大的。不用啊，这里啊。他、啊、这用公费吗？用公费，就用公费。好好好。你也选一个。挑一个，那就。你要那个狮子。好，定时。啊？收啊收收。你打不开哎、欸。我看一下。我发现我好多都忘记带了。哪些东西？我、哦、这个有个扣子，我也忘记带。然后钱包了吧？耳机我不带。哎、欸，怎么是10000？10000可以啊，全扫开。就扫开来没？这个狮子。对。担担面大。哎哎哎，它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没有啦，我们都用不到。担担大。对。它是说一种。我刚想到饺子。你要饺子 ？Q 三，没有饺子、啊，没看到。没有，没看到，他有春卷，没有饺子。哪里啊？按了。哦，这里。啊，走进去吧。三张。今天穿着很有，很那个的。很什么的？穿多少钱？谢谢老师。是。太多啊。烤鸡。好。来。テーブル上座。上座。好，烤啊烤。
切都解一解啊，每次的例行动作。